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六章《乱政王赵》。郭开得到消息，深知廉颇恩仇之心极重，若重掌兵权，必记恨自己当年的一言去帅之仇。以廉颇的暴烈秉性，对素无嫌隙的替代大将岳成尚敢公然攻击，对他郭开岂能放得过去？然。 此等事关乎个人恩怨，郭开又不能公然劝谏，以伤自己敦诚忠厚之名。思谋之下，郭开先向赵衍举荐了一个得元老与赵王共同信任的大臣为特使，而后郭开又以重金贿赂这个特使，密谋出一个诋毁廉颇的奇特之策。其实魏国朝局腐败。 以信陵君尚且不用，如何能重用廉颇？老廉颇备受冷落，终日郁闷。闻赵王特使来为查勘自己，精神大事振作。为赵王特使洗尘之时，老廉颇风卷残云般吞下了一斗米的蒸饭团，又吞下了十余斤烤羊。之后，抖擞精神，全副甲胄披挂上马，将四十余斤的大铁戟。 舞动得虎虎生风，遇宴者连同特使无不愤然喝彩。不料特使回到邯郸，赵衍问起廉颇情形，特使却回报说：“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一餐斗米而半羊，然与臣坐，一饭之间，三宜食矣。”赵衍不禁苦笑。 拍着书案，半是揶揄，半是叹息道：“战阵之上，何能以史而行哉？廉颇老矣。”其实郭开肃立王案之下，立即接了一句：“臣闻将军护哲，壮勇异常，或能解我王之忧。”赵燕目光大亮，立即下令召见护哲。护哲原是镇守武安要塞的将军。 生得膀大腰圆，黝黑肥壮，行走虎虎生风，站立殿堂如同一道石柱。只一声“参见我王”，便震得殿堂嗡嗡作响。赵衍一见其事态，心下已是大喜，也不做任何考教，立即下令护哲做了邯郸将军。自然，召回廉颇的事也泥牛入海了。后来，这个得郭开举荐的护哲。 统帅大军进驻平阳，与秦军对抗，一战便被黄河大军击溃，连头颅也被秦军割了。护哲外强中干，丧失身死。知情者原本已经开始痛骂郭开了。其实老廉颇因回赵无望，遂入楚国，又因不适应楚军战事传统，终无战功，以致郁闷死于楚国寿春。 廉颇致死的消息传来，赵国朝野一片惊叹哀伤。当年真相也由魏国渐渐传入赵国，郭开弄人之阴谋使得赤裸裸露出行迹，于是郭开在赵国朝野有了大阴之名。然则无论朝野如何骂声。 郭开却因与赵衍素有根基，更兼韩仓，在卧榻间为郭开一力周旋，竟然始终全伏在王城之内安然无恙。及至郭开一朝暴起，迅速浮上水面，由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中府丞，疏忽擢升为实际上的领政大臣，赵人的咒骂也只能是徒叹奈何而已了。正在赵国纷纭之际。 道襄王赵偃暗疾不起，骤然在盛年之期病逝了。赵国有了最为荒谬的一个君王，幽缪王赵谦是也。赵国有了最善弄权的一个恶臣，大阴人郭开是也。赵国有了一个鼓荡淫秽恶风的弄臣，乱性者韩仓是也。 最为荒诞的君臣组合，开始了赵国最为荒诞的幽缪之期。即位之时，这个赵谦只有十八岁，尚未加官。秦赵同俗，二十一岁行官礼，因此由头郭开指使韩仓等一般亲信，郑重其事上书道：“奉祖制。” 王得加官之年亲政，加官之前宜行上卿摄政，如此王可修学养志，赵国朝野可安。赵谦深感郭开一党死力维护之恩，自是欣然允准。然则允准之余，赵谦还是约定了一则大事：国政近交上卿可也。然王承女士得在本王。 郭开久与赵谦相处，素知其秉性心事所在，慨然一诺道：“老臣守约，然王成女士不得涉及王后名号，否则老臣无法对朝野说话，只怕我王之位也未必稳当。”赵谦一阵大笑道：“本王只要女肉，要王后做鸟。”于是，一声喊好，君臣两人击掌成约。 郭开心思缜密，立即擢升韩仓为赵王家令。总管赵王嫡系家族之事务。郭开对韩仓的叮嘱是：稳住那个转胡太后，摸透赵王喜好。只要他母子不谋朝政，任他嬉闹不管。若有谋政蛛丝马迹，立即报贾父知道。小子若不上心，老夫扒你三层皮。 再割了你那鸟根喂蛇，叫你生不如死。韩仓娇声叫着老妇，伸出比女人还要柔腻的臂膀，搂住了郭开，咯咯笑道：“老妇叫我做了大官，咂摸了想也不敢想的权势显贵，小女子便是死，也只能死在老妇胯下。慎太后，慎赵王，小女子只认老妇也。”郭开大乐。 又一次蹂躏了那再熟悉不过的男女肉身，之后，郭开便颁行了领政大臣书令，正式将韩仓派进了太后宫掌管事务。与此同时，郭开以赵王尚未加官，诸事需得太后赵福督导为由，领群臣上书，请太后与赵王移居义宫，行督导事。 内有韩仓一般内臣进言，外有郭开一党多方呼应，理由又是堂堂正正，转胡太后便欣欣然搬进了赵王寝宫。不到半年，郭开得韩仓频频密报，赵王母子尽皆放浪形骸，心头了无国事。郭开由是大乐，开始在赵国认真梳理起来。王城之内的新赵王。 也开始了天地人三不管的乐境。赵谦天赋玩心入骨，油滑纨绔又刁钻，多有怪癖，未几便将王成折腾得一片淫糜失行。赵谦最为特异的癖好是淫虐女子为乐。还是少年王子时，赵谦便偷偷对身边侍女肆意淫虐，其母转胡昌心知肚明。 非但不加管教，反将儿子行为视作君王气象，严令侍女内侍不得外泄，以致其父赵衍也不知所以。如今赵谦做了国王，昔日尚存畏惧的诸多约束一应云散，顿时大生王者权力之快感，在王城大肆伸展起来。但凡王城女子，无分夫人、嫔妃、侍女、歌女，赵谦都要逐一。 大肆蹂躏一番，而后品评等级，以最经折腾、最为受用者赐最高女爵。如是三月，王城女子的爵号一时乱得离奇失谱。今日遍体鳞伤的洗衣侍女做了高爵夫人，明日奄奄一息的夫人又做了苦役。发放俸金的韩仓手忙脚乱，常常错送俸金，往往正在纠正之时，女爵却又变了回来。 于是，韩仓召集一般心腹会商，报请赵王允准，遂定出一个旷古未有的奇特办法：除了王太后，王城内所有女子的爵位俸金，一律改为一年一结，按每个女子在各等爵位所居十日长短，分段累加累减，而后发放。未几，邯郸王城出现了奇特景观。 所有女子一律平等，都是赵王的女奴。女奴等级之高下，全赖自己的奴性作为。此等规矩之下，王城女子们竞相修习哀功，看谁经得起皮肉之苦，看谁经得起种种恶淫蹂躏。如此不到半年，王城已经抬出了十三具女尸，其中出身贵胄的夫人、嫔妃占了一大半。 赵谦的淫虐技艺则日益精湛，认定王城女子太过娇嫩、太守规矩，大大有失乐趣，放言要周游列国寻觅可心的天赋女奴。郭开得寒苍密报，不禁大惊，忙不迭进宫一番劝谏道：“我王求贤心切，老臣故不当阻拦。” 然则，方今天下战乱多发，若我王带有不测，非但我王大业从此休矣，我王求乐止境亦未必可成。王当三思。赵谦眼珠咕噜噜转的一阵，阴声笑道：“上卿之见，本王便闷死在这石头城里。”郭开道：“老臣之见，我王可在国中觅一山水佳境长居。” 其乐更甚，亦未可知也。赵谦天赋奇才，立即迸发，兴奋拍掌道：“好主意！有山有水有林木，也和也去。”至于我王求贤，老臣可以代劳。求贤，赵谦噗的一笑：“本王求贤，只怕非上清之求贤。” 老臣之求贤，却与我王之求贤无二。求贤两字，还是不说的好。第一次，赵谦有些脸红了。王即邦国，于王有益者，便是于国于民有益，岂非贤哉？好，求贤便求贤，随你说。面对郭开的坦然正色，赵谦也豁达了。 老臣遴选贤才，大体不差。上卿通晓此道，赵钱大为惊喜。老臣不通，自有通人。哦，何人？嘉令韩仓。好，上卿识人也。赵钱一阵大笑。我王继任大事。 便当成约。郭开一如既往的敦诚忠厚。好，成约，本王不出赵国。上卿都则求贤。回到府邸，郭开以求贤名义，名正言顺的召来韩仓，连同一班亲信，分为两支人马，一支由郭开自己率领，到博人整修赵王行宫；一支由韩仓率领。 北上匈奴，秘密搜寻奇异狐女。博人原是邯郸以北百余里的一座春秋晋国的古邑，这座城堡坐落在支水南岸，东临一片大湖，名为大路泽。大路泽东南岸，当年赵武灵王被困死的沙丘行宫，正与博人遥遥相望。武灵王困死沙丘宫之时，博人尚无赵王行宫。 后来，赵惠文王思念其父武灵王与其母吴娃，然又不忍住进沙丘宫祭奠，于是，在大湖对岸的古老城堡外修建了一座行宫，借地而名，称为博人行宫，以为遥祭居所。博人行宫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，然在惠文王死后很少启用，渐渐有些荒芜了。郭开要将赵谦安置在博人。 看重的是这座行宫，既隐秘幽静，又来往近便。赵谦胡天胡地大折腾，女子惨叫声昼夜可闻。不隐秘自然不行。赵谦是国王，但有不测或不堪入耳之丑闻传出，郭开也得陪葬。所以事虽不大，郭开却得亲自督导，务求妥善严密。 太远太偏也不行，不利于郭开与赵谦通联。博人水陆两遍，飞骑马队一个时辰便到，财货输送与贾氏调遣都很是方便，自然是上选之地。凡此等等，郭开在入宫之前已经私谋定当。至于被郭开始终说成求贤的那件事，更是好办。有精通男女嬉戏的韩仓率一般亲信北上匈奴。 断无差错。事实迅速证实了郭开的预料。月余之后，韩仓第一道密报飞到，非但女贤有德，且重金买得六名喜好虐女的胡人武士，誉为驯养奇特女贤。如此忙碌两月余，赵谦搬入博人，奇异的贤才也接踵送到了博人。 韩仓搜寻的西域虎女，个个生得人高马大，金发碧眼，肤色雪白，热辣奔放，非但扛得折磨者大有人在，其中火爆者还时不时与赵谦私缠对打。赵谦大觉刺激，雄心抖起，日日以制服虎女多少为战场胜败。于是，博人行宫又有了新的虐女法度。 赵王若连续打翻三十六个高大肥白的虎女，且能连翻野和十女，嘉令韩仓便扮作战场军使，骑着快马，打着红旗，四处飞驰报捷，而后便大宴庆功。若有一女经得起连续三日滚打折腾，且能侍奉赵王一夜于野外林下，得赏赐爵号，以为褒奖。如此日复一日。 赵谦、郭开、韩仓各得其所，各有其乐，彼此大觉痛快。正在赵谦、郭开、韩仓们开心之时，一场权力阻击突然来临。赵谦即位的第二年初秋，王族大臣们以春平君为首，突然鼓动公议：赵王将到加官之期，庙堂当行筹划官礼朝会，郭开当如约还政于赵王。 原来，此时在赵国臣民心目中，赵王淡出国事，全然是大殷人郭开所致；坊间关于赵王的一稀传闻，也全系郭开一党恶意散布。如今王族大臣一动意，立即引得朝野一片愤然呼应，矛头直指当道者郭开，加官还政，是丧失事权的元老大臣们早早预谋好的一个关口。 其首要目标是还政赵王，而后目标是施压赵王罢黜郭开。不料郭开分外豁达，一接到连句上书，立即变形朝会。郭开在朝会上慷慨宣誓：明春为赵王行冠礼，而后赵王亲政，老夫决意隐退。此举大出群臣意料，发动公议时的愤然倒郭之事。 顿时没了着力处，一时皱着眉头，默然一片。毕竟，王者观礼是一套极为繁复的程式典礼，几个月的预备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。郭开应允开春举行观礼，又答应届时隐退，你还能如何反对？朝会之后，元老大臣们秘密聚会商议，终于一致认定，郭开是虚与周旋，拖延时日。 实则根本不打算还政赵王，于是由王族元老牵头秘密通联赵军大将，共同约定开春之后郭开若不还政赵王，立效沙丘宫兵变故事诛灭郭开一党。李牧、庞暖、司马尚等赵军大将早已不满郭开专权，与王族元老一拍即合。 立即开始了向武安、少阳、猎人、巨桥四邑秘密进军，包围邯郸的诸般调遣。谁知又是一个不料，开春之后，赵王迁的加官大礼如期举行。观礼后的朝会上，老郭开当殿请辞归乡，其殷殷唏嘘之态，令举世大臣们喜出望外，只盼赵王就事准了大殷人所请。其后。 只要这个大阴人走出邯郸城外，立马将他碎尸万段。谁知还是一个不料，郭开请辞之后，赵王亲述口书，举世大臣们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。赵谦念诵的是：“老上卿乃先王旧臣，故命而定交接危局，摄政而理赵国乱局，今又还政本王。” 功勋大德，天地昭昭也。本王何能违背祖制，独弃两世功臣乎？今本王亲政，第一道特殊，老上卿晋爵两级，加封地百里，仍居国领政。末了，赵谦还咕噜噜转着眼珠，拍着王案，恶狠狠加了一句：“敢有不服老上卿政令者，本王拿他喂狼。” 元老大臣们瞠目结舌，心下料定大阴人郭开一定是猖狂不可一世。不料，又是一个不料，郭开匍匐在地，当殿嚎啕大哭，再度请辞。赵谦一脸厌恶的嚷嚷起来：“说辞我都背完了，如何又来一出？散朝！”至此，举殿大臣无不愕然失色。 《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》第六章《乱政王赵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